么样？好美啊！这个月神之泪啊，会发出一种特殊的荧光，到了晚上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我现在就想看。那还不简单？麻烦你们把窗帘拉出来。我去关灯。不亮呀！什么情况？苏小姐，帮忙开个灯。嫌疑人最保险的做法是直接带着月神之泪，完全没有必要放在手持，除非。